首长，你要完成啊！刘嘉玲已经全部同意啊，我马上就解决。志成传的理由真正是赚的啊！讲实在啦，叶少峰阿哥，我之前的大家因都免讲啊，不管你安怎做，伊拢会找你的麻烦。需要咱包容阿哥有体谅的，只有阿妈、少强阿哥你的大家。之前我捌伫夜间待过一礼拜，迄当阵我看阿妈因为误会啊，饮食有真侪所在特别注意的，我来摕笔记本记者，你等我。等为什么要判给啊？你是？你要完成啊！刘嘉玲已经全部同意啊，我马上就解决。等一下我传一张相片给你，你若收到，随甲钱回来换核桃。呀！啊！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刚好给我处理的哈，你买出来啊！啊，老婆，我对你冇客气啊！你要记得，我一个报警，你得要乖乖答应啊！你要记得，嘉玲，你唔通落去吧？你落去，危险就是你啊！我已经冇力了，我落去干嘛？已经冇力了，你全部都毁了呢！我要给他。小夸兄弟啊，你到底是谁啊？谁人那会走来这里，不会跟你抬啊？我拄则有听到伊讲，抓当嘞。我咧想应该是蔡木林派的人。谁做伊个叶少峰一定唔肯帮你耍，根本是跟你知影迄个秘密有关系。嘉玲，你谁来你抱着这个秘密唔肯讲？你即摆已经有性命危险啊！你规个个代志讲出来，让大家知影，啊！你蔡某人都袂专门对付你啊！加一个人知影，都有加一个人的危险。我无爱阮家的人、朋友、阿公，恁这些好姊妹，向我拖累。为着我出国以后，蔡某人嘛无可能买机票去国外台湾。你嫁予志成以后，你甲高云雀去绑的，就是对你。我想，你一定会伫咧夜家掀起另外一个大风波。我知。我嘛找机会甲志成讲这件代志，我看你手伫咧流血呢，我来摕急救箱替伊抱伊啊，你等我。